在镜子是怎么健身的？第十二点，就是吃举铁、举油。剧组毕业。弹幕：帅哥不要再露天了。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，雏鹰起飞。拍了行不行？你为什么从这里走啊？你走错了，你把我带跑偏了。你地下了？这地哪儿去？你介绍一下，你这组动作主要是练什么呀？练哪个部位？肩膀的前束。哪一块？你指一下。啊？哪一块？啊？中前束吧。嗯。前束带更多一点啊。嗯。再见。